What's up? This is Sabi. 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拜访澎湖当地水水，这是我的伙伴。那拜什么？我要走了，拜拜，等等，拜拜，拜拜。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一、三、四、六，剩下两个人嘞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，澎湖当地水水，当地水水岛，水水岛，然后有一个人要当，那我们就我们俄罗斯轮盘决定。来，恭喜获得机车一台。我喜欢这一段。你还说你们迷路了？你们在我们前面，一直看，一直扒你们的就是我，一直扒你们的是我们啦。好开心哦，好喜欢哦。对，那你们天我，阿姨要带你们了，你们要停啊！让他们停，你让他们停下来，你们停下来，停下来。这找到答案了。哇！你想说我们的建伟超帅，你这样，你刚好建伟，他是这样一个建伟，很高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有点个人隐私空间？点，要点个人隐私空间。上船啦！哎呦，你拨个头发！你也拨个头发，听你。像就是讲重点，来放线，你们看啊，放线就是轮子会滚，重点手要扶着这个后视镜，如果没有扶到枪，老飘一飘就会打结了，知道？就打结，前后都会崩到，所以手要扶着，这是重点。稍微让它控制一下，对。等一下我用它，然后夹子很重要哦，也不可以拆掉。十秒钟拉，有没有重？很简单，它重量一定会增加，重的话增加就直接转这个轮子。说说你钓鱼的技巧。在诱惑它，很不规则的晃动。那你诱惑的情况怎么样啊？
什么都没有。看来要再穿少一点。玉婷，你在钓鱼怎么感觉像在炒菜一样？你钓鱼的技巧有哪些呢？诱惑他。你要用什么方法诱惑他？穿少一点。穿少一点。双刀。钓到了一个寂寞，其实是啊，你在这样子哈，钓不到，直接是现成。太糊了，哇，阿文，阿文，哎，你还真的要拿嘞，哇，去，哎呀，你要吃吗？我们会同一组啊！哈哈，很简单。你第二次什么感觉？第二次什么感觉？你看，你就这样放下去。对，然后数到三，数到三，好，数到三，来，好 ，OK。哎，换你表演。这种女子擂台啊，干嘛啊，好累耶，起来，轻点而已，没戏，真的假的，好，来来，说现在是我机车，哎，我们是我机车，3、2、1 go， 蓝色角落，蓝色角落，你这是在做泰式按摩吗？哇哇！野猪骑士来喽！这是什么动物星球频道？因为你要保护我，不要，真的